天气很热，所以请大家呢多多补充水分。我们今天也有备有小茶点之外呢，还有我们冰冰凉的饮料也在我们的活动现场，也请大家呢尽情的来享用哦。好的，谢谢大家，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来谢谢我们 SLRB， 谢谢你们双手没空，朋友，而且尖叫声好。